上次我家两只猫比赛画画，很多人都投了小西米的作品，哆啦 A 梦一票。小西米，你可真是个小天才。但是最近我又收到这样一条私信，想看他们以动物为主题再 PK 一次。没问题，这就安排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这次他们的创作方向就交给这些气球来决定吧。小西米，你这次要画的是小兔子。再来看看 Coco 的手气。Coco， 你要画的是小猫咪。比赛正式开始，老样子，先在画板上挤上颜料，然后再包上保鲜膜，最后再在画板上挤上猫条。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两只猫开始各自发挥自己的想象，接下来请看作品。这次小西米画了一幅花丛中的小白兔，而 Coco 画的是一幅橘子喂了黑猫。现在投票时间到，请问这次你们更喜欢谁的作品呢？